本是此案，大理寺灭口，还有那对父女，都要告上门面。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仇？去查清楚牵扯的每一个人。这些人都有做的事力，查，必胜任我连发之招。我想看看尸体，准是大理寺，请了想看就看。若是能够查明真相，就算是翻天覆地又如何？搜。今日起，关闭不良井，所有出入口，莫要为难他们。 查下去，怕是朕身边的文武百官，个个都不干净了。那些搅乱神道大计的人，上马！神道大师将至，上马！上马！ 说你们还在为什么所谓的真相疑疑本末？二郎，你想做什么就只管去做。